先有夠飲水。拜拜聯珠。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心想事成，萬事如意，青春常駐。其實咧，我今次都係第一次同 Anson Low 做借票活動，哇！真係咧，好佩服佢嘅專業啦。每一場嘅呢個借票咧，講咗好多故事俾大家聽。咁你即係咁，我而家咪講咗咁多。即係大家咧，好開心，因為我覺得其實拍到個成功嘅作品咧，係作為演員，雖然我未做過演員，個心情咧特別興奮，因為好似喺個點滴啊、喺拍攝啊、又籌備啊咁樣，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尤其是有呢個角色啦。因為我諗最初俾咗劇本你未必可以想象到呈現喺今日大銀幕呢個作品係有好大嘅過程需要去磨練啦，需要經歷嘅。阿尤呢個角色咧，其實係自己演藝生演員生涯裏面係一個好特別嘅角色咯，因為佢除咗好純真之外咧，其實佢係一個好複雜嘅角色嚟，我自己覺得譬如自己演過嘅角色可能係比較暖男啦，學生哥啦，霸道啲嘅人啦。咁去到今次我第一次接呢一個電影嘅時候我找不到一個形容詞俾佢，點解嘅咧？而我再睇其他嘅劇本嘅其他角色，我哋都好有一個困難，困難就係咩咧？就好難俾一啲形容詞去形容呢啲角色喎。但係呢個就係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因為原來每一個角色一開始可能是一個很全面、很多方面的一個性格，所以就變成每一個角色你都要花一些功夫去刻畫他的性格。即是如果你譬如這樣，我有一個問一個問題，你覺得大賊的性格是什麼？沉穩重，沉穩重，冷靜，很有領導才能，多 adjectives， 所以就是你問大賊是一個什麼性格的人，你很難用一個形容詞去形容這個人。所以在接阿佑這個角色，我們談的過程裡面就完全一樣，就是我們可能想他除了未做過任何偏門的工作之外，他還有些什麼性格呢？那就是一個我接拍過的角色裡面最有趣的一個前期工作。那跟袁建偉導演合作啦，又跟其他那四位的演員合作，當然有你的隊友啦，有新的也都有一舊面孔啦，這樣那你怎樣 去跟融入這個世界裡面，即慢慢得出這個這麼有 team spirit 的一個電影呢？我們在前期最前期的時候呢，其實我們是我想只是FaceTime 而已，即是我們是 FaceTime， 甚至是不露樣的，即是因為大家開始不熟嘛，正常啦，係咪先？咁所以咧，一開始就大家都好客氣嘅，即係你覺得個劇本而家點樣啊？跟住大家就話 OK 啊 ，OK 嘅，咁係，咁但係大家 follow up 有好多意見啊，咁一開始就係咁樣嘅相處方式嚟嘅。咁但係去到中期咧，我哋 confirm 咗好多一啲 detail 啦，咁就大家開始就冇咁客氣啦，即係咧可能會講這個唔得喎，即係會開始會咁樣講嘢。咁我覺得就係 from 一啲前期，我哋開拍之前，我哋點樣對戲嘅一啲相處模式係好幫到套戲，尤其是呢套戲咁啱，我哋係講緊團結，我一天人去做嘢，咁所以呢所謂四個角色裡面，大家嘅 chemistry 好緊要，由唔熟去到一齊有一啲少少打鬧嘅感覺出嚟啦。咁去到來叔姜濤嘅出現，姜濤點樣可以同我哋去融入到咧？這個就又係好靠前期啦。因為其實雖然我哋拍嘅時候，我哋先第一次見到姜濤成個造型係點啦。咁但係其實前期我哋都會同佢一齊傾噶嘛。咁所以佢前期佢都會有 put in 一啲個人嘅諗法啊。所以準備功夫真係好緊要咯，即係唔可以話一拍就即刻拍咯。同埋導演最特別嘅之處啦，我覺得喺你演藝生涯裏面應該都係咪
算是一部從冇得談情說愛，即係我意思是拍拖，即係譬如有同女著安都有拍拖啦，係咪先？呢一個好似係好少可係即係成套都冇乜感情，即係嗰種感情嘅戲喎，咁就專心講故事。所以咧，有好多觀眾就話啊，份內唔知係緊張刺激，就因為好似冇乜其他嘅主航線啊，去騷擾你嘅主線，佢都幾特別呢個作品。係啊，可能阿佑太細個，即係佢阿佑幾多歲啊？你哋覺得阿佑幾多歲啊？三歲。三歲好驚青啊！咁雖然我唔係話啦，驚青就等於細個啦，完全唔係呢個意思啦。咁但係佢對住佢媽咪同埋佢媽咪阿左究竟幾多歲啊？其實嗱呢一個咧就同角色嘅塑造好緊要啦。就係、是、我覺得自己28歲啫。咁你覺得同你有關係幾多歲先？呢、這個就係好緊要。每一次我哋都係諗緊啊，呢個人究竟幾大咧？咁我就覺得20、21。去到啦！我哋講緊啲咩？其實我都唔記得咗啦。啊，愛情啊，係啊。年齡係講緊呢個愛情呢一個。年齡係啊，咁啊愛情，啊又冇拍拖，我呢個又冇拍拖，我喺完全冇諗過呢個愛話，所以應該啊又係冇拍拖嘅。但阿佑應該有拍過拖嘅，應該有，但係應該好耐冇拍拖啦，應該。是很特別的，因為我過去幾個演戲的作品都一定會有跟愛情有掛鈎的，即可能演姜太武的時候全部都跟愛情掛鈎就是了。上一部的電影《讓雲》其實它的背景都是有愛情的驅使才可以令到它突然有抑鬱症，但是阿佑今次是完全沒有愛情的，但它是我諗100%嘅 preparation 係從親情呢個條線，咁所以啊由親情呢條線，我諗我未試過準備一個角色係純諗住屋企人嘅一個感覺咯，咁所以係一個好特別嘅一次咯，係。可以對比翻你自己真實情況啦，因為你都好重視家人，你都好孝順噶，係咪？要問我嘅人，咁阿佑係。我想阿佑和他媽咪的相處方式，當然我一定會想起我媽咪，但是我覺得阿佑的媽咪和自己的媽咪真的很不同，即是阿佑媽咪真的比較這個是很強勢很hardcore 的，因為是一個不簡單的女人的感覺，所以就我第一次看劇本的時候我已經很有這個感覺，就是他媽咪跟他的性格一定是很不同的。好了，就不要只是我問啦，給一些機會大家開放這個空間，就去問一下阿 Lo 究竟呢就怎樣去塑造這個導演者的角色啊，怎樣有什麼拍攝的經歷，我選了那位好快啊，每次都是你選的，那位是我選的，我選的，每次都是給一個責任你，好，沒問題，承擔這個責任。Hello，我想問咧，因為之前聽過 John 同埋導演都有講過，就話有啲位係佢哋可能會傾過個劇本，跟住可能揾咗啲筆啊，跟住再即係可能有啲改動。我想問咧，有冇邊啲位係你哋真係傾完之後，或者係有啲臨場係爆肚啊，你自己再改嗰個劇本嘅一啲位啊？哇！坦白咁講係嘛？坦白咁講咧，就係、是。你而家見到嘅所有嘢，同一開始係完全唔同嘅，可以咁講。哇，太坦白啦，呢個真係對唔住。但係咁樣繼續逐漸咁樣傾，切合翻嗰個演員嘅特質或者意見咧，係一定有不斷咁改進嘅。Exactly， 即係同翻拍嘅翻拍嘅作品都唔同，即係以往如果有翻拍嘅話，你就
改動都唔會太大，有一個框框差唔多。咁但係你見到唔係翻拍嘅作品咧，其實、哦、大絕大部分同 Day One 嘅劇本係完全唔同嘅。我諗一開始嘅阿柚係冇媽咪呢條線嘅，咁所以但係好快就有咗啦。話咩啊？即係好快就有咗媽咪呢條線啦。咁嗱，呢一個我而家俾你呢個 information 係咪好 shocking 啊？咁所以就係原來好多時你睇嘅作品嘅 outcome 係同我哋一開始 prepare 嘅係完全唔同嘅。咁所以點解好玩之餘就係當你一路圍讀。一路傾嘅時候，好多嘢都可以生出嚟。咁我唔可以淨係為阿柚講，即係可能大策都有好多嘢生咗出嚟嘅。即係我諗舉槍嗰場啊，係冇咁長嘅、那個篇幅，同埋同阿柚嘅對質都冇 hold 咁耐，冇咁多來回嘅講嘢。阿柚都冇講咁多嘢。咁但係我哋有咗啊，原來阿柚以前對佢阿哥阿左。的感情就咁深厚，所以就覺得啊，又是要 fight back， 要講多啲嘢去質疑對方，所以呢個就係少少唔同，係。呢個就創作嘅好玩咯，即係由一開始個導演或者編劇佢嘅 idea， 到各位演員咁全程咁投入去俾 input 啊，俾意見啊，你一定揾北嘅，我覺得係大家就會不斷咁樣又令到個角色更加立體，或者最快嘅時間咧打入到大家嘅心裏。係咁，所以其實唔係淨係演員要揾北嘅，其實或者演員要去改，其實係好靠導演同編劇嘅功勞嚟，因為好多時導演同編劇咧就係拉翻我哋翻嚟嘅人啦，即係我。我哋好多時都會諗轉太入嘅，即係我哋譬如我自己防疫遊啦，我成日都會諗住啊，我雖然好想為阿哥而揾到真相啫，但係我係咪真係 care 到要入呢一個計劃咧？即係個正常人，我係咪真係會咁樣做咧？即係呢個係一個例子啦。當演員會轉入呢啲位嘅時候咧，可能導演同埋編劇就會同你講。太 too much 啦，冇人 care enough 去諗咁入嘅，同埋一套戲嘅個半鐘冇唔會咁深入諗到咁多嘢，咁呢個就係導演同編劇嘅功力啦，即係攞拖你翻嚟之餘，但係佢又要令到角色立體咯，係。另外好快咁答埋一條就係、是、打張繼聰又冇壓力，總之又準備去啦，都仲打張繼聰嗰一場。係驚添啦，跟驚係咩咧？除咗驚打親人之外咧，其實係驚我驚自己 deliver 唔到啊！即係好多時你打人咧，你而家啊咁樣打拳，但係你真係要真嘅時候咧，你係要你係真係要俾一個真嘅打人嘅一個力度，而如果你驚咧。即係個壓力係咩？就係、是、你好驚，你好驚啊！哇，呢個字好奇怪，即係你越驚，你就越打得唔似，然後對方就要捱俾你打。就算你唔係真係打佢，但你都要稱起佢，你都要佢 hold 住啊！即係你見到阿聰俾我打嘅時候，其實佢半我諗 50% 嘅 body weight 係佢自己 hold 住，然後50% 係我自己搲住佢咁。你都會好驚啊！我會嘥對方嘅時間。如果你有呢一啲 concern 嘅時候，已經唔係一個 good shot 咯。咁所以就係、是、個壓力就係來自啊，同自己講唔好驚。咁所以就 prepare 呢一場之前，你要同自己講，你而家係一個好嬲嘅狀態。然後佢唔係張繼聰，佢係一個你嘅仇人。呢、這個就係最大嘅課題咯。大家都好似第二朝起身咧，塊面都腫咗皮。哎呀！所以你真係一個動作演員，一個好專業嘅演員啦、啊，動作老師發展下。好，我哋而家認真投資好唔好啊？好啊，靚。